喂，好，喂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我每次上课啊，不是很多次上课，那个学生都会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老师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”然后我想说我现在工作，然后我跟他说我在鳄鱼必杀技工作。他说：“鳄鱼必杀技是什么？”好，这就是鳄鱼必杀技。失眠。
消遣，浪费时间。Yeah.